好意思，小姐，我们现在要去哪里？我想买阳伞，因为我们等下去动物园，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喂，喂，怎么会这样子？这是什么意思？我直接觉得穿拖鞋很舒服，然后我真的看不懂，完全没有，真的看不懂，我完全没发现你穿这样子要拍什么大片？我跟你讲，问号问号。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只有在泰国的 Seven 才有，超好吃的仁布口香糖。耶、yeah, ！我们来到大城动物园的门口了。耶、yeah, ！我们买了超可爱的头饰， yeah, 小白狮都买了、哦。小白狮跟这个是什么？我是老虎。你是老虎、哦？老虎。啊，你是？我是王美。我是小花，小雏菊。这里可以为长颈鹿拍照。真的斑马 ，Libra。北巴狗，我第一次有白色的猴子，有看到。我到有白色，对，第一次有猴子是白色的，有看到。什么东西？你在说什么？我在讲什么？小虎林，哎、欸，小虎林的大便，你看，小虎林的大便，庄瑶轩，轩吃水饺的轩。鞋不行，我鞋没关系，鞋不要拍到鞋。这里的纪念品都卖得很便宜耶，其实跟其他的国家的纪念品店比起来的话，这样相当的便宜。我跟你们说，这个鳄鱼超像假的，因为它会定那个静止不动。然后他们说最贵的就是它的肚皮，对，可以做包包。好可爱哟、哦！我跟你讲，等一下喂啊，会超好笑的，因为大家会这样子，很缓慢的这样子起来。鳄鱼喂食秀开始，好恐怖！请看一下鳄鱼，哦，哎，整个冰起来了，你看。200块的大蟒蛇合照，超巨耶、欸！太可爱了，姐姐可爱耶！鲁比，来看我奶奶。那么大，啊？好，那他先走一下。都是你们啦，他们想跟你拍耶，走掉，走掉。来，他肚子好圆哦。水晶晶，水晶晶，刚刚喂的。先讲完了，好，
ทีพร้อมแล้วไป Let's go มาดูกันกับอาสมวัดบนสมานเชื่อมครับโอเคขอเสียงกรมกับน้องกันมาเรื่อยๆช้าๆอีกนิดเดียวรอบอีกหน่อยโอเคขอเสียงกรมกับน้องนี่ครับเห็นไหมนี่หงกระดาษสีเหลืองๆเลยลูกโอเคขออีกทีแล้วกันโอ้ดูโอ้อาการแบบนี้ต้องการอะไรเสริมโอ้โอเคอาการได้สำเร็จครับอาลองมาครับอาจารย์เองครับต้องรอครับ被猴子咬伤时不承担任何责任那些想喂猴子的人视为承认并承认条件你在那边啊完了我不能拿车笑死了你这是怎样好好笑哦你要上来吗你要上来吗他走掉了来了好可爱，好软的。哦，它在咬我。它的造型跟你一模一样。我看一下，有两撮。公主切哦。然后你再拍它。你看它这旁边有两撮。啊，它也公主切。哎，一模一样哎，完全一模一样。好搞笑，你们是朋友。你吓到他了，你吓到他了，他吓到我。非常大推这边的动物园，餐厅有那个冷气，超开心的，乐一整天。我的衣服都撕掉，你看。哎，但是这边的动物就是都很近，所以很快就可以看到动物。我问这间庙叫做 Wat Chai Wat Tanala， 好难。总之呢，这边就是可以租那个太服，对不对？然后都非常便宜，只要几百块。像我的那一套就是450。因为它的布料不一样，我的布料可能比较贵一点，但其他的可能300块就可以了。哇，这边超多饰品哎，还可以化妆，穿起来就会像这样，好美哦。这边有394年的历史。啊，这边不到一年。我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呢，这个大家看到这个铜像，这里有好几尊，这里的话总共有120尊。嗯。然后他们全部的头呢都被砍掉，是因为以前跟缅甸打仗，里面有黄金，所以他把头呢全部都砍下来回去当黄金使用。是哦。对，只剩下身体，所以大家可以看。那你的头？有黄金吗？是金做的，应该只有屁股才有黄金。我全身都金。壁咚！天哪！哦，哎，不是，不要不要，壁区。直接拿起来打。好好笑啊！我好幽默，你好幽默，你要被我揍。我们要去坐船了 ，Let's go。只能说饭店的拖鞋真的是很好穿呐、啊，你看，饭店拖鞋多好穿、啊。这里，我要给他不给我过来。哪个动物皮肤最差？大象，因为橡皮擦。好，今天的行程都非常的好。我们早上去了动物园，然后去穿太服，然后刚刚呢去喂大象。徐颖觉得怎么样？蛮不大的，就是非常充实，很棒哎。就是如果很懒的人，像我们这种，就是不知道要怎么玩，不知道怎么安排
排行程，安排行程就是直接安排整套，对，没错，一系列，而且还可以包车。它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的行程，刚好太阳要下山。那、啊、你觉得呢？我觉得那个泰国蛮好玩的。怎么说？因为它就是会帮你搭配，然后会有妆发。嗯，然后如果你用头发的话，就是加50。啊，像我就有加50块，对，然后我绑好棒嘛，就有加。哎呦。而且重点是拍到超多网美照，没错，衣服穿对了就怎么拍都是大脸，晒黑，我超黑，他今天换了超多衣服，对，我现在变成泰国人了。我们要感谢什么平台？感谢泰趣味旅游平台。然后这边的话会上 IG 连结，如果想要跟我们一样有这样子丰富的行程的话，请到 IG 直接订购他们家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官方网站。好的，那个菊的 IG， 然后若是 IG， 汪汪你要吗？不用。我的 IG 都请订阅起来，还有这部影片最好是看10遍分享出来。没错，分享按赞。泰国新玩法，拜拜。开启小铃铛，叮叮叮叮叮叮叮。今晚我想。